我杀死奇正在逛街，一通电话把铲屎官紧急叫到了公司开会，而我被锁在了办公室。但是嗅觉出色的我立马察觉到了异样，有奇怪的生物。这时清洁阿姨拿着全新戴森 V12 走了进来。哦耶，哇哦，激光能看到原本看不到的微尘，自动模式的吸力自动变大，说明脏东西很多。 LCD 屏能实时显示吸到的垃圾分类，比家里那个厉害，看来要把它偷回去啊。终于找到你了，这野猫竟然当着我的面把老板的文件踩得都是脚印。如果我把这个家伙绳之于法，铲屎官升职加薪不就指日可待了吗？哎，但是转念一想，猫科动物身手敏捷，如果我贸然行动，下场必定非常的惨烈。这时我忽然想到，地球万物赖以生存的就是氧气。五口吸干你身边的氧气，五四三二，还差一口。你等死吧你！